this animal? This is zhetang. Huh? Zhetang. Oh. Siu.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K,好,那就先歡迎兩位來到我們春水堂大本店,我是今天的講師,你們從哪邊來玩?啊,你們從哪裡來玩?我們剛剛到台中而已。剛到台中而已,你們從哪裡過來?我是開高雄。高雄,好,那兩位都喝過珍珠奶茶嗎?珍珠奶茶都喝過嗎?對。都喝過,那知道它怎麼來的嗎? 那其實啊,我們早期台灣,我們也沒有喝這種冷飲茶的習慣,我們都是喝俗稱的功夫茶,就像後面我們一面茶啊,展示的茶具,我們早期都是喝這種熱飲泡出來的茶,但是我們早期台灣是農業社會,其實天氣非常的熱,年輕人夏天工作之後啊,回來要喝這麼熱的茶,其實他們會覺得不習慣,有需要翻譯嗎?還是需要翻譯嗎? 我懂英语,但是听不懂。没关系啊。OK,没关系。都可以啊,英文、中文都一样。都可以,都听得懂。那我们早期台湾啊,就是都是喝这种热饮茶。后来我们总经理啊,在1983年的时候,到日本去游玩,看见咖啡厅的咖啡是用雪克器,将热的咖啡咬制成冰的咖啡,他就把这个东西带回了台湾。 他发明了我们第一杯泡沫红茶。那我们春水堂也以此契机开启了第一间店。那我们第一位店长林秀慧小姐，她本身是在我们台湾传统市场里面长大的。那她就很喜欢吃粉圆啊，或者是汤圆这些东西。以台木，她就把这些东西加到了我们的冷饮茶里面。最后她试出来，觉得粉圆搭上奶茶是这对味最好。 那刚开始这杯茶，它会比较像是它自己的私房茶，可能哎，好朋友来了，那我招待你们一杯。那久而久之啊，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们也在1987年将这杯茶推出上市，并命名为珍珠奶茶。那在这边啊，我们桌上有两款粉圆，两位可以打开来捏捏看，闻看看。这一款呢是非常一捏不碎的，那这一款小碟子装的是一捏就碎的。 可以捏捏看完看看，那拆开看哪一个煮完之后啊，会变成我们桌上的这种手珍珠。嗯。我们打起来。还没这么冷吗？嗯。我来试量。麦当杰斯，你用过哪个？你先猜哪一个？啊？猜哪一个？是不是这一个？ 煮完会变成这一个。你问我们是这个是哪一个哪边呢？对。你们两个用，哎，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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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为它从制作开始啊，运送到我们现场，全程都是吹冷气的，比我们还要好命。那在这个啊，在冷冻保存下可以放三个月，煮完变成猪上这种啊，只能放三个小时，时效过了我们就会倒掉重煮。那另外一款啊，这个是我们台湾一般市售的珍珠，那它因为经过脱水处理，所以它非常的硬，那在室温下可以放到三年都不会坏掉。这个是三个月而已。对，这个是冷冻三个月。这个是三年。对，这个是室温就可以放三年。那在这边给两位看一下我们珍珠的前身。我们珍珠啊是用树薯下去制作的，这个有看过。那再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今天会用到的茶叶。这是什么茶？这个是红茶，来自斯里兰卡的红茶。可以拿下来闻看看。这个是世界前三大产区的红茶。May laman mo yung masarap na homsa pag sa amoy niya. Tea. Ulit. Homsa yung red tea and black tea.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我们今天泡
这是台湾特产甘蔗制作的蔗糖。两位也可以拿起来闻看看，它带一点淡淡的蔗糖香。但它不是很厚重的那一种，因为我们没有另外添加香精或者是香料。Honey. Zero. Okay. 好，那我们食材介绍到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啊，没有。没什么东西，再等等。那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今天会用到的器具啊，有两个杯子，那待会我们一杯拿来装红茶，一杯拿来装珍珠奶茶。好，再来是一个大的量杯跟一个小的量杯，那待会大的我们拿来量茶，小的拿来量糖。最后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雪珂器，它还有三个部分，一个上面的盖子，中间的盖子，那待会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先盖上中间的盖子之后，最后再盖上上面的盖子。那如果上面两个一起盖啊，空气没办法排出，比较容易会喷。所以先用这个还有这个。对，先盖中间的，最后再盖上面的。那如果上面两个一起盖啊，就会喷。对，但是如果两位今天想买新衣服啊，就让它喷一下没有关系，待会又可以到楼下挑一新的衣服。那接着我们就来摇第一杯泡沫红茶。我们现在学习一下雪珂器的握法。两位把右手借给我，右手借我一下。右手。对，那我们右手的食指啊，要住雪珂器的上面的盖子。好，然后左手再借给我。对，我们试握一下。这样。对，然后大拇指压住雪珂器的盖子。这样。对。那我们这边练习，我们右手的食指压住上面的盖子。左手的大拇指我们压住屁股。那我们从肚子这边推出去。对。好，我们练习一下。跟着那把劲，不能这样，就是这样。对，我们就是像海豚在跳跃一样。哦，跟着那 proper way。对，好，那我们练习完，我们就来摇第一杯泡沫红茶了。那么第一步啊，我们先加冰块，那冰块我们帮它加到满，然后像有这么比较大块的，我们可以帮它敲一下在这样的杯子里面。小的量杯量糖，那我们量到黑线，量到黑线之后，我们加到雪珂器里面加两杯，加两杯，是我们量茶，那茶的部分我们量到这个起始的黑线。那
那保温瓶呢，我们在使用之前我们先压开之后再倒会比较安全的。盖上中间的盖子，最后盖上最上面的盖子。好，那再复习一次握法，右手的食指在上，左手的大拇指压住屁股。看谁的泡泡比较多，泡泡越多也会越好喝。啊，这个不好。啊，有比较的拉面难的泡泡，那个比较多是比较好喝。泡泡比较多是会比较好喝的，代表它在搅拌的过程中是比较均匀的。好，我们接着就来喝茶，那我们打开上面的盖子。我们把茶加到这个透明杯里面，那接着我们再打开中间的盖子，把冰块加进去。放在哪里？多嘴。对，冰块我们把它一起加进去。那这样我们泡沫红茶就完成了，我们可以开始品尝了。干杯！干杯！那我们接着我们来摇第二杯珍珠奶茶。那我们第一步啊，我们先加珍珠。那珍珠啊，我们可以加两小匙到这个杯子里面。但是如果你们喜欢，也可以多加一点，或者是待会喝完一点之后再加也可以。嗯，对，那它标准是两匙。接着是量茶，那茶的部分啊，我们一样是量到这个起始的黑线。
奶精。那奶精我们的使用方法，我们挖满一大匙之后，多余的把它刮平，加到茶里面。那我们加一匙。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奶精。奶精。对。Other milk。桌上的搅拌棒，把奶精搅拌一下，搅拌到全部溶解。搅完之后，它闻起来的味道会更明显。去哪边玩吗？我们不晓得，因为我们很累哎。明天晒宝宝再出去玩、啊，可以到高美湿地啊，或者是彩虹眷村，这个都是大部分客人他们会去的地方。像高美湿地，就是它的夕阳非常漂亮。什么英文行为？音乐节，就是放他们会有一个小的演，就是像演奏会这样子。对，那它是比较爵士的。好 ，OK。那接着我们加糖，那糖的部分我们一样加两杯。你 syrup 这个的，哦，这个用跟的用的拿米的两安，在这里吗？对，加进去加两杯。现在这个么那 syrup 那对，你们的这个机器用吗？机器煮吗？对，这个是机器的，机器加人工啊，就是到一起。你们煮这个几分几个小时？这个
像我们的、大概是煮十来分钟，那我们会再焖六分钟而已、啊，十分钟左右。对，因为它是十分钟而已、啊，十分钟对。但是它不太一定，就是因为它是农产品，所以它每一个批号来啊，我们都会试吃之后，我们再决定它的时间。那大平均大概就是十分钟左右，可能九分钟、十一分钟都有可能。那我等明天吃个能聊聊明天多多呢？好。都比我欢迎的，等你。好，那我们接着就要继续摇它了。那我们一样要摇三十秒哦，三十秒。倒完之后，我们要盖上中间的盖子，最后可以盖上最上面的盖子。右手的食指在上，左手的大拇指在底下。好，我们要开始了，一二三 ，Go！ 加油，加油！再倒数五秒，五、四、三、二、一，好。那我们一样打开最上面的盖子，那么把茶倒到这个珍珠的杯子里面来。你那个手掌的比较小。那么活动到这边，两位有什么问题吗？因为这个是煮红茶几分钟啊，煮红茶几分钟啊、嗯。这个其实你回家如果想自己泡的话，其实是看自己喜欢的浓度是怎么样的下去做调整。对，因为我们茶叶用量啊，我们这个是比较大量的，所以我们浸泡的时间可能回去你们用比较不适合。你们这么多煮几个小时？我们大概是半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的茶叶用量是跟一般我们自己在家用的那个量是不太一样的。对呀、啊，对啊。那像我自己回家平常在泡的话，大概就是两到三分钟左右。就是个人个人里面煮比较多，对不对？对，所以因为我们的用量是比较大的，可能泡一桶茶下来可能要泡个四五十杯，那、回家可能就只有自己喝啊，可能煮个两杯的分量就差不多了。好喝、啊，你们的珍珠好吃。对，这个我自己也是喜欢，我很喜欢喝珍珠奶茶，所以我就是喝遍了各大间的。
那像煮珍珠，其实我会觉得回去如果自己要动手煮，是比较麻烦。因为现在它超商里面也有那种现成的冷冻包装，但是它回去你泡热水，大概泡一分钟就可以吃的珍珠。像我自己太爱喝了，所以我自己也有买一包这种现成的，但放在家里面。然后外面这样的，不加上你没有爱呢，就是喂，就这样。那像糖啊，像我们平常我们家里没有这种，那我自己在家里的话，我会用黑糖。黑糖。对，黑糖，因为我会觉得黑糖让女生就是偶尔喝一点也不错。对。对啊，那它像那种外面房间不是最近也很流行黑糖珍珠鲜奶，其实很方便，你煮完黑糖之后加牛奶进去，然后再把珍珠泡好一分钟放进去，其实它就好了，也很方便。多解渴用。这个不一样了，不一样，这个是我们纯水糖装煮的珍珠，那这个啊就是我们吃的这一款，那这一个就是我们在台湾一般房间用的珍珠。可以帮阿姨啊，你那边那个没？日本店的阿姨那边那个，就是那个没见到。还要看看一个。如果回去有兴趣啊，也可以换成绿茶或者是乌龙茶，那就变成乌龙奶或者是木香奶茶。好吃的。那这边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吗？一起跟你们说。好，那就帮两位颁发证书。不答应了。不答应了。这边。有。那待会儿给你打一个是学科系上的。我们要订做做，那就不答应了。绿豆。那这边新的学科系送给你们，可以带用的珍珠。可以帮阿姐啊，你那边那个没？日本店的啊，你那边那个，就是那个没见到。还要看看一本。那如果回去有兴趣啊，也可以换成绿茶或者是乌龙茶，那就变成乌龙奶或者是木香奶茶。好吃的。那这边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吗？一起跟你们说。好，那就帮两位颁发证书。不答应了。不答应了。这边。有。那待会儿给不给？你打一个是我们的学科系上的。我们要订做做，那就不答应了。绿豆，那这边新的学科机送给你们，可以带。